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坐着长田 Narita Express 到长田机场，准备坐飞机去成都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哎呀，这辆车大概不到一个小时从东京站开到成田机场，因为今天是连休，所以车上人满为患。我们从第九车厢硬生生走过来的跋山涉水，花了10分钟。现在是3点，我们到了成田机场第一航站楼，之后我们准备 check in。 我们换上了这个小推车，耶！旅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能是最 happy 的。现在我们到了国际出发的大厅，看非常多的人在等行李。今天的人是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。我认为我们商务舱就搁这儿先走吧。我们刚刚办完行李和手续，现在准备安检，然后就可以去 ANA 的 lounge 了。老猫刚刚在这里还没有安检之前买了个新帽子，一个袋鼠牌的东西。是很小吗？小，本来就小。好，我们已经安检完了，现在是在 ANA 的老巢，准备去免税店和 lounge 了。呜呼！我们已经到了机场的免税店区域，我们的飞机是在 28A， 但是先要去52左右的一个 lounge 吃顿饭，人还是挺多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是商务舱，所以先来 lounge 吃口饭。人看来还是挺多。Shower room， 写上名字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。耶！啊，好多人呢。我点的咖喱好像好了，这是刚刚在 ANA 的 lounge 点的一个山菜的 soba 荞麦面，一个豚骨拉面，还有一个他特制的咖喱饭。已经没有时间享受了，赶快吃吧。好，我们要登机了，从 28F 飞成都。哦，这两个就是我们的座号型。哎，再见。先上来的儿童餐还是很周到的，说是先上完儿童餐之后再上大人的。饭还是用纸包着的，这贵的饭。大猫就要尝这个黑毛粉的兔脯肉了。貌似不错，好吃不？特别好吃。吃的是啥？小菜，还有很多层，从上边到下边不同的食材，然后上边有淡淡的芝麻酱。
西餐配，然后还有一些蔬菜。西餐配啥？香菇。是吧？轮到爸爸吃了，爸爸要的是洋餐。这个主菜应该是一个鱼的煎鱼，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哦。对，这是机上贩卖。今天不得不说的是，这个活动用 AA 的卡在机上买20000日元以上，直接打20%。我们已经到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，小崽儿一路还蛮听话，睡了能有一个多点儿。点点看到熊猫的标志还是挺兴奋的。我们到了酒店了，现在正在办理